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唱对不对？就对，这都过去了。学生用的是两个膝盖和一个头，辛苦了，辛苦了。稍等，我记一下。奏折呀。可以了，可以了。要说内娱天花板，芒果台的制作确实无人能敌。前有《乘风破浪》，后有《披荆斩棘》。如今在去年口碑大好的《时光音乐会》第二季就要来了，而演出阵容与首期歌单均已爆出，和第一季一样，先来一波回忆杀，不知道你是否期待。第一位就是实力唱将周深，周深带着他对音乐最纯粹的向往来到《时光音乐会》，每周五的快乐即将拉开帷幕。节目第一期，作为 OST 大户的周深，没选经典的《大鱼》，也没有选好评如潮的影视剧 OST， 而选择演唱在去年发表的高质量佳作《光亮》，旋律大起婉转，传统和现代的融合恰到好处，其中的戏腔部分至今依旧是各大音乐账号经常拿出来盘点的热门场段。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可见官媒对周深的喜爱，业务能力扛打，同时也能为节目本身带来巨大的流量，两者的合作绝对是互相成就。曾被音乐鼓舞人生的他，也坦言希望可以让自己的音乐成为一束光亮，温暖他人。他将以怎样的方式照亮时光音乐会的舞台呢？非常期待。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邓紫棋。邓紫棋作为时光好友加入，也让观众惊喜万分，因其具有极强穿透力的歌声而被人熟知，也因原创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被人熟记。邓紫棋虽说不是常驻嘉宾，但她上这样的节目本身就是对歌手业务能力最大的肯定。这次邓紫棋没有选择翻唱，而是要演唱自己的新歌《天空没有极限》，歌词内容极具力量感，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也是他给粉丝带来的礼物。邓紫棋的时光音乐会之旅让他听到了许多歌手的动人故事，他将如何参与和记录这段旅程呢？期待。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四位前辈歌手演唱的都是他们的经典代表作，梁咏琪唱的是第一季就被戴佩妮翻唱过的《胆小鬼》。唱的是火遍大街小巷的《他一定很爱你》。笑一笑得很容易，不要犹豫，不要灰心和叹息，用你的真心和你的。孙悦演唱的是节奏非常欢快的《快乐指南》。拥抱着你 ，Oh my baby， 你看到我在流泪。大家长田震唱的是许巍创作的《执着》。能称得上金曲的曲目，必定是经过了时光的洗礼，在每个时代都能保持本身独特的魅力。在这场音乐盛会中，时光音乐人和时光好友将重新演绎镌刻在年岁里的经典歌曲，唤醒观众对于不同年代的回忆。让我们跟随时光音乐会第二季，一起欣赏音乐，感悟生活吧。每周五晚7:30不见不散。我会奔向你，寻找着生命的意义，哪怕在遥远星海里，只
影迷心目当中的经历。